嘉义山区连续刷几落天落大雨，嘉义日久管道8.1公里，这路面严重崩起。因为拄好是拜六，嘛影响到想要上山去达那伊古的游客。目前已经会使单线道通行，啊，不过游览车还阁无法度入去。当地村长是呼吁，暂时先莫来。山壁顶端大片的土石崩落，真侪树啊嘛倒咧倒落来冻伫路顶。嘉义山区落几啊天的雨，造成嘉义旧山道8.1公里处，找到透早7点外发生大面积的崩山，干部人员接到通报，赶紧到现场全力抢通道路。目前已在8点多以后，已经做一个道路的一个抢通抢修哦。那目前是在施工中哦，所以要往129线往南山村的村民哦，要特别注意。工作人员在乱七八糟的路林打拼，将崩落的树啊固好长。这个路段除了通往阿里山南山村，也是通往达那伊古的道路。刚好是拜六礼拜，真侪上山游客拄到崩山，也感觉真意外。从中部来的车队啊，现在往南，结果现在在这个路段啊，经过台方，现在大家都在这边等挖掘，然后通车要通行。想要上山游客汽车排了长长，等待头前道路抢通。不过到透早10点左右，道路当有抢通单线道，大型的游览车阁无法度通过。村长嘛呼吁游客暂时先莫去达那伊古，以免危险。记者陈凡武、柯正准嘉义报道。